今天呢，我们将进行对这一棵清香木素材呢进行整治定型。首先呢，我们转一圈，这个清香木呢，整体基部这一块呢是相当的不错，那么整体这个过渡呢也是相当的好。顶部的这个枝干呢，它是形成一个弹弓式的一个叉叉，那么这个枝干呢是其中都要取舍一颗枝干呢，才能形成更好的一个过渡。做过渡枝好一点呢，当然是这一颗枝干，它整个枝干的一个过渡呢是要好看一些。那么这一颗枝干呢，我们肯定要进行这个取舍。像这种素材初次整治定型呢非常简单，两个芽头呢方可整治定型。那么像这种素材越简单呢，在后期的放养的一个动势呢会更强。这个清香木素材整治定型呢，那么已经完成。8月18号星期四下午19点整，锁定直播间，我们全场零免起拍，最低福利秒杀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